大声广播放送，台南麻豆户祭公因为疫情取消平安宴，今年改以素食便当号召信徒如素。这个病毒已经造成哦真大的阮这个伤害，所以讲咱人类哦应该爱谨慎控制。咱户祭公呢是这个时阵哦，咱就想讲。要来推动这个如素的活动。就像人说哈，我们一定要非素不可，所以多喝有一个姻缘哈，我走来找迄个妈祖经诸位，我俩讲哈，那是不是我们这一次咱的妈祖经会当来办寿信？结果诸位觉得是答应啊。听到公庙要推素，临近医院厨师二话不说就来义务烹煮，带着开心以及慈悲的心情来为大家义煮，然后希望这波的疫情能赶快结束。我们也是用分流的方式，我们七点的时候有一批志工，他是七点来帮忙洗菜啊，然后帮忙说怎么切菜，然后我们还有另外的一批志工，我们是九点半来。户祭公拥有百年历史，是当地信仰中心，此祭志工借由妈祖诞辰跟户祭公配合，带动信徒跟社区民众如素，以更清净的身心来面对这一波疫情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立年、陈和生台南报道。